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63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 Hasbro 还有 Volvo 联名的一款产品啊，VNR Optimus Prime 这款货车呢是 G1 配色的啊。先前呢，大概在去年的圣诞节之前啊，已经给大家分享过另外一组啊，这个是属于圣诞节特殊配色的一款。那当时就已经大家都推测到说它可能会推出 G1 配色。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推出黑色啊、紫色啊各式版本哦。当时我给这个玩具的评价是非常的高的，甚至它可能是去年2022年呢官方推出的最优秀的、性价比是相当高的一款玩具，我给它评价是很高的。原色版本之外呢，我顺便的话呢也跟大家顺便介绍一下，它有一个配件包啊，这个目前已经把它组合完毕了。它的一共增加了五个零件啊。首先第一块在这里，这里有一个插孔啊，把它给安插上去。这个插孔当时为什么官方留下来啊？然后它的一个挡泥板，还有后面的这个防撞的这个 bumper。那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相较于这个原本没有安装这个侧边这一带，如果没有的话呢，这个炮啊就会漏在那个地方。你看到没有？这个。事实上是有把这个炮呢给做一个更好的遮蔽，然后挡泥板纯粹是细节的一个提升，然后后面的这个防撞杆啊装上去之后，就真的这个质感的提升就真的是非常的明显了啊。依然呢，那用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玩具。首先它带着一个货柜，货柜的话呢，如果正常变形到位的话呢，所有的轮胎都是可以推得动的。后方虽然加上了这个配件，但是呢它后门依旧是可以正常打开，并不会被影响到，里头还是有一些细节的刻画，背后的这个部分可以打开，打开之后呢，里头有很多的细节展示。那么呢，如果说变形成这个站立的形态，基本上来说那些配件呢，完全是在后面，基本都不会去影响到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修理台的一个指挥装置。那它的话呢，细节的呈现的话呢，也是非常的不马虎啊。可以动的有这个机械的手爪的一个根部，货车头的部分呢，它的后边这个地方稍微长了一点啊，这个也是先前有跟大家提过了。相较于圣诞配色的版本，可能吧，它的一个透明的这个驾驶舱可能是比较合理一点。但是现在这一款呢，除了说绿色的配件呢，是应该是为了否圣诞节的配色吧，要不然的话，其实一般的卡车呢，涂成这样，我觉得也是相当的不赖啊，甚至我可以说。因为 G1 的一个 OP 的话，其实我们可能也比较多。那以这个模具来讲的话，如果二选一，我反而会比较，如果是我的话，如果只能买一个，我可能会选择这个圣诞配色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趣一点点，就是说它的一个背后造型的话是比较完整的啊，它是整个一个面板是很完整的一个，没有参与到变形过程，只是一个翻折，但它的烟囱只有一边啊，这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造型。这个挡泥板的部分呢平常没事尽量把它推到底。这个模具在车型态下顶多就是后面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松动啊，那这个松动有时候会导致说轮胎推不到位啊，不过这个都无所谓，稍微压一下就没有问题了啊，是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 OP 的模具。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VNR 的 Optimus Prime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从侧边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锁扣在这里啊，先打开主要是这里凸根，然后把它这里松开打开，然后我的习惯呢是先把手臂从这个地方挑起来，往两侧先把它给掰出去啊，先把它给掰出去。接下来我们进行腿部的变形，腿部的变形的话，我们把这个脚的话两侧给打开，打开之后呢，先翻绿色这一片翻出来，再把这个部件往侧边打开，然后这个地方整个通道打开之后呢，就可以把脚呢直接的把它给往前面翻出来。好，翻到这一面之后呢，可能大家不好理解，我把它转到正面给各位看一下。转到正面之后的话呢，里头这里块最里面这块部件先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它有分脚尖跟脚后跟都把它给翻出来，脚后跟有时候呢是比较紧一点啊，这样子。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给收进去，怎么个收法呢？这样翻进来，往上面往上面推过来这边，然后往上折上去，这里先卡这一块，再卡这一块，最后的话呢，这片部件的话呢，记得把它给转过来这边。那它要扣哪里呢？这个黑色部分其实它是一个滑槽，这个滑槽要去扣这个蓝色的凸，这样子，好，这样子卡进去。这个脚的话呢，这个脚这边的话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啊。另外一侧的话呢，我们给各位示范一下，
一样，先把绿色这一片给打开，再来把这一片挑出来之后往侧边打出去，这个地方就空了，我们就可以把整个脚给这样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呢，我们转到这一侧，先把脚掌给整个翻出来。脚掌翻出来之后呢，有鞋尖跟鞋后跟都把它给翻出来。好，翻出来之后的话呢，把这一块部件往上折过来，到这边推过来，往上面折上去，这里卡进去，再来卡这一片啊，由下往上这样子变过来，这里卡进去。这一片的话，这里先推一个角度，斜斜一个角度，然后这个地方把它给卡进去。OK， 好了，这个两腿的变形就算 OK 了。然后呢，这个肚子的话呢，这个地方往上推上去，你会发现推不到底啊，还要再往上多推一个角度，到这边。好，推到这边到底了。然后呢，这个肚子的话呢，这里两侧呢，把它给翻出来，这一片先折下来。待会的话呢，这里有两个部件要靠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有两个黑色的凸啊，跟两个红色的凹组合在一起啊。然后呢，这个手就顺势放下来。最后的话呢，把这个背包啊，不对，应该讲说车尾巴，它是翻进来，你可以折两层折进来。重点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组合卡扣，这里记得把它扣上就行了啊。它的变形呢，可以说非常的行云流水啊。然后头部转到正面，把拳头呢从手臂里头翻出来啊，直接往外面推就可以了。这样子整个变形呢，可以说非常的有趣，没有任何的冷场，部件的翻折啊关节的松紧度啊，还有角色的一个经典度啊，都是属于非常上乘的应该是说官方近几年的一个玩具了啊。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可能还是会比较青睐于 G1 配色，因为它真的非常的经典哦。红蓝的配色啊，就是一整个让人觉得很舒服。后面的造型呢，相差没有那么大，但是从正面来看的话呢，绿色的部分呢，可能还是那么一句话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庆典式的一个配色啦，所以它的颜色比较特别，我觉得我也是能理解。那以这个头部来看的话呢，你看它的头部是属于比较有一点金属的一个感觉，那背后这个绿色的这个配件就感觉比较突兀，而这一款的话则一整个比较和谐，而且它的口罩是银色的，眼珠子的话呢是经典的 MP10 的一个水蓝色。那以面调来说的话呢，这一款真的会让人联想到 G1 的感觉。那其他身体的部分，以关节紧实度来说，我觉得以我手上的话，我觉得圣诞配色这一款比较好一点。这一款的话已经稍微有点偏松了，你看我现在这个脚都开始有点抖了，但这一款的话呢还依然是比较坚挺的。单纯来介绍一下这一款模具的话呢，它的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胸口可以打开啊，里头有一个领导模块是可以拿出来的，旁边的细节是透明部件。那么手臂的话呢，平举没有问题啊，360度的转动啊都是非常非常自由的，拳头也可以转动，脚前后左右踢啊，那这个侧踢的支撑力度呢也是非常的不赖。然后膝盖的弯度也是到了90度，脚踝的话也有接地啊。这一款人物的造型呢，真正第一个印象是脚后这个后腿这一带非常的粗大，那第二个可能是它背后的一个轮胎是可能显得收纳的有点单调，但单调归单调，它还是没有很占空间了啊。那么把玩起来也是非常的舒服，角色也是非常的经典，车型变形可以说都是水准之上的作品啊。那今天的话呢，算是利用这一集呢连带的呢把这个小型的配件包呢一同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啊。如果两个情有余力的话呢，两个都买了，我觉得这个算了，讲这个有点奇怪啊，反正呢这是模具，是好模具啊，那大家量力而为。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